主料，芹菜300克，香干5块，辅料，蒜、葱花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芹菜，摘去叶子，只留根茎，香干洗干净，切长条，芹菜切斜片。锅中热油，加蒜爆香，倒入芹菜爆炒，芹菜五分熟左右，倒入香干，翻炒，快熟透时，加入盐，调味，翻炒均匀，即可出锅装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